Since their epic victory in Tokyo last year, nagging injuries to Olympic gold medalist Wang Yiliu and Huang Dongping had hampered their performance this season. The Chinese duo won one of four finals, resulting in the coaching team's decision to pair up Huang with 2019 World Junior Mixed Doubles champion Feng Yinse, resting Wang for the upcoming European swing.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these former world number ones, but for now, winning the Olympic gold was unquestionably the highlight of their partnership.确实过了很久了，有点忘了当时那个感觉了，都已经。我觉得，其实我拿完以后，过了以后，就那一刻过完以后，我就还好了。就到现在，我就觉得都是又重新开始了，就没有再多想那个时候的事情了。 不一定是最棒，但可能是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就，比较重要一个节点吧。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还是会觉得是很难赢得的，就是从内心来说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然后也会觉得成就了小时候的一个想法吧。我自己觉得最困难的时候可能是在八进四的时候，对阵韩国组合，那是我从心态上面来说，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困难的，因为我前一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会有一点紧张，但是打的最让我难忘的可能还是半决赛跟决赛吧，因为我觉得半决赛可能。 可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场比赛，因为我们打的是东道主，但决赛我的话，我会觉得是一个突破，就是可能这三场球对我来说，我会比较印象深刻。 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是第一场比赛吧，确实自己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上，所以说也是。 可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场比赛，因为我们打的是东道主，但决赛我的话，我会觉得是一个突破，就是可能这三场球对我来说，我会比较印象深刻。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是第一场比赛吧，确实自己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上，所以说也是可能说没有做好准备，没有这些经验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是打得非常紧张，然后但是经过一场一场比赛之后，可能更投入状态，或者说自己的身心投入到比赛中没有一些多的想法，所以说后面比赛相对来对我来说可能是更加投入，所以说没有第一场那么艰难吧。